这里呢是南洋溪啊，你看到啊，之前那个风灾啊，淹大水啊，结果你看整个河床都被垫高来了，真的很可怕哎，一层楼那么高嘞，一层楼都是那个土石，真的不得了，这个太可观了，哦，这大自然力量哦，很厉害，绝对会把你讨回来，像这个堤防啊。以后他也会把它垫高的。